挑战者都有90分水准，目标抢下卫冕宝座。我心间你在呀，天涯何止寸芒，情何不愿一个人。我是被情过火的天，对手虎视眈眈，陈绮安一刻都不能松懈，一直在唱错歌词。高音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抖，那一招是很难的。卫冕宝座会换人坐吗？